Hobby Game， 大家好，我是 Hobby Game 的 MS。 今个星期的玩具开箱呢，就是这盒黏土人的高分少女大野精啊。喜欢打击的朋友啊，对这套作品应该就不陌生的了。不识高分少女是由 Square Enix 出版，由阿切连佳所描绘的漫画作品啊，在2010年开始就已经在这个阴间近年载，而家都未完噶，动画仲系啱啱上咗，唔系好耐添。高分少女嘅大野精啊，系文武相全嘅千金小姐啊，为人就甚少讲嘢，俾人感觉好冷淡嘅。但系打机嘅实力就超强啊，成日都会打男主角阿春红啊，用呢个方式去表达自己嘅想法。事实上，其实佢好中意男主角嘅。剛才提到他成日用打男主角的方式来表达自己，其实就是这个姿势了。黏土人是完美呈现。好可惜的是，男主角春红到现在还未出黏土人。这个黏土人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了黏土人专用的街机机座，还有一张凳。不要以为这个是装饰用的，大野精是可以坐上这张凳子上去打机的。如果其他黏土人都有坐这一个部件，相信都可以做到打机这一幕的。当然啦，打机打不赢又或者输了都不用好像他这样踢机的，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姿势，大家千万不要学啊，输了不就打过咯。今日的介绍就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Hobby Game， 订阅我们的频道和 like 我们的 Facebook， 又或者来我们的网站看看游乐资讯，下星期再见。